想怀孕看这里，这些医师竟有超能力。有一对夫妻看了很多专家，都一直没怀孕。我说不孕症最基本的三项检查，我先开给你。过了一两个月左右回来，他说医生好像怀孕了呢。38岁的一个女性，结婚8年了都没有怀孕，检查下来就是都没有问题。那我就跟他们讲说，不然的话，那我们试试看排卵药好了，一个半月回来真的怀孕，帮你们盖尿好了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